我问你哦，你会想要让你妈知道我们两个之间的事吗？我感觉哦，迄两个最近怪怪呢，连讲话哦，拢讲一寡呢，听落会气鸡无皮。有啥物查甫人甲查甫人讲话，啊，拢讲一寡呢甜言蜜语的。我也不想走，但我非走不可。我没有办法想象你离开之后的日子，我要怎么度过？我是在想讲，敢是我教育的方式不对，我不想要一个囡仔，哪会变卡安尼想？